咱们家今天呢，一共有四杯酸奶啊，我想知道这酸奶今天应该怎么分啊？老大，你说这第一杯应该给谁喝？老大，第一杯应该给谁呀？啊，给孩子呀！老大真懂事，老大真懂事，老大好样的啊！塞班，你说这第二杯应该给谁喝了？塞班，第二杯给谁喝？啊，给老大呀！老大刚才表现不错，应该给老大啊。问问老四啊。老四啊，老四，老四，酸奶给谁喝？老四，这杯酸奶给谁喝？老四，这怎么能给自己呢？